大家好，我们是 SHE， 开玩笑对吧？我们今天访问的就是郭时清老师，也就是各科，就是各科餐饮科主任，时清老师，没错。看他这副样子，听说原本是打排球队的队长，可是我很不相信。真的？请说你打排球队的原因。减肥。减肥。可是为什么长这样？好，这就不追问了。第一点，我们问他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手机响了，手机响了怎么办呢？挂断啊，不是，他接起来了。他说师傅，他很忙，对，没错。对，好 ，OK。那第一个问题，那你对餐厅上的感觉怎么样呢？餐厅上，很调皮啊，很好呗，然后爱钻漏洞啊，但是很聪明，很聪明，摄影师，很聪明。就是因为很聪明才会找漏洞钻，是这样吗？小聪明是吧？大家有小聪明，那也不错啊，有聪明造就，还知道要怎么找借口，怎么找机会，怎么吵的。没错，好，第三点，本人是二乙同学，我很想知道他对我们二乙有什么期许，看什么感觉呢？二乙哦，初次见面喽，很活泼喽，然后很搞笑，他带头的。对，来头不用，我班长，我希望餐饮科必须有活泼，很有精神，那才是餐饮科标准。没错，甚至要很聪明，像我们那么聪明，当然是活泼又聪明喽。OK， 那就说这样啊，老师，靠你喽，靠我。OK， 拜拜。春节快乐！嗨，老师，不好意思打扰你喽。我们想要请教你几个问题，因为是我们委托学长姐，那个三比学长姐的那个，做他们的观众。对。然后我们想要来请问你几个问题，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。那个三比学长姐们想问说，你第一次教导他们的感觉是如何的呢？第一次教的时候，其实回想起来，他们蛮斯文的，蛮安静的啊，男女生都蛮害羞的。可能吧，因为第一次来到这个环境，有可能是这样。对啊，对啊，不过后来就渐渐发现，其实他们很爱笑，很活泼，很团结啦，蛮有潜力的。我想老师带到他们应该是很重视的，对，他们被你带到应该也都互相啊 OK 的啦。其实我觉得教他们是很快乐的事啦，感觉他们越来越自动了，现在觉得越来越有默契。好，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困难，对，困难就是有时候好像反应不太快啦，希望说他们用功一点啊，还有还有很多事情的话，如果他们能够更自动，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啊，那更好，更及时。对啊，我希望说，包括学业上啊、生活上各方面，我都希望他们能够表现得更好。应该不错，我觉得你们班的那个整洁还有那个秩序都蛮那个名次都蛮好的，应该是不错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那老师谢谢你哦，谢谢你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好吧，然后第一个问题，不要紧张，我们积一点，不要紧张。好，第一个问题。对，我现在为什么啊？就是你讲电话可以讲那么久，哎，真的，你讲电话真的讲超久。我觉得工好，你讲电话。很重要吗？哎，我不知道。不行，秘密。哈尼，那是哈尼。不要，亲哥。真的，好了，第二个就是有同学反映说，为什么讲话小声呢？为什么讲话小声呢？对呀、啊。天生的不要不要都不要不要不要不知道，快点！天生的吧。就是说，你愿意亲我一下吗？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。你排斥我是不是？因为我喜欢女生。我可以当你的，我为了你哥。不要。好了好了，要来认真一点，你会不会后悔来遇见？不会啊，这是一个好学校，好。怎么说？很好啊。怎么说？就很好啊，人好，环境好。去哪？没有去哪？对。
他对不起。我扣上去，赶快回答我，用敷衍吗？用敷衍你啊！真的啦，在干嘛？好了好了，算了，都这样，不是认真回答。啊，第二点，你们觉得我很帅？有。啊，你呢？比你不帅。不行，你一定要比我帅。为什么？这样才能拜我那个崇拜你。好，比你帅。好，那就这样，七友。学长他们想要问说，你会不会想他们？因为没有带到他们班的嘛，已经就是高一年级了，所以不知道还继续会想他们。当然很想他们啦、啊，跟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、啊。我觉得每个班导应该是这么想，对吧、啊？因为毕竟都带过两年了嘛，对。对对对对。那第二点就是说，你对他们班有没有什么期许？因为更何况都没有带到他们，希望毕业之后。我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心想事成，能考上理想的大学。好，那谢老师，谢老师，我们现在跟陈柏宪教官访问的，他名字叫陈柏宪，没错，陈柏宪教官就是他。虽然他有时候很凶，可是人其实私下很好的。第一点，我们要问他访，第一点要问他的事就是说，有很多同学在怀疑他的屁股有没有痣。好害羞的问题哦。很怀疑哦，超怀疑的屁股有没有痣。好，请我们柏宪教官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想回答的是，为什么要问我这种问题？谁能告诉我他屁股有事，我就跟他讲。没错，谁会知道自己屁股有痣呢？对啊。第一点，除非屁股有屁眼，才能看到。第二点，他照过镜子。对，他照过镜子，可是屁眼怎么看得到镜子呢？屁眼又不是眼，而且他又没眼珠。好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第二点，老师要请我们的牛头班吃饭。什么时候请我们牛头班吃饭？请我们教官回答。我们学校没有牛头班，每班都非常的优秀，所以不需要请同学吃饭，耶、yeah ！就是这么回事，耶、yeah ！好，谢谢。